在星海的世界里，多线有 so bad， 而正直有九 man。在我们本赛季最后一场周五线上直播的例行赛里，为各位请到的是星海世界里面最正直的赛评，欢迎九 man 老师。哇，这个立正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W 九 man。那今天怎么突然语塞一下呢？没有没有没有，不知道你会用正直两个字来形容我，那果然是中肯的形容词。对对对，嗯，是的，我就知道，不愧是我的双花瓶搭档，跟我十分的有默契。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晚上的例行赛。今天是2012年6月22号，例行赛第106场，而整个赛季呢，我们最多也只有108场，所以最后一场的例行赛将会是在这个礼拜天举行。那下个礼拜呢，也紧张了，就是下半季的冠军赛。对对对，那其实刚刚立春是不是已经预告过了？对，我们刚刚呢在 SNK 的部分有跟大家先介绍了一下哦。那我们6月30号那一天是没有星海的项目。对对，星海的下半季冠军赛呢是在7月1号礼拜天开打，那一天会看到你，对不对？哦，对对对，是的。好，那接下来呢，马上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四队目前的战绩。首先看到第一名的是橘子熊，18胜7败，胜率来到了72%。第二名华裔 Spider 14胜11败，胜率是56%。但是钢铁人11胜15败，胜率42%，虽然是稳居第三哦，但是感觉跟台湾 Open 是无缘。对，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了。是，那第四名遥远太阳神8胜18败，换了教练之后，现在是集体直追，但是胜率目前来到30%。好，今天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 SNK 跟星海的对战组合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华裔 Spider 对上橘子熊。马上来介绍双方的教练以及选手。首先看到是橘子熊的四叶张宇教练，欢迎。好，感觉四叶今天没有抓头发，但是更加的平易近人，对，今天走朴素路线。是，这一位今天也是朴素路线。这位是我们台湾拳王 Stan， 哇，61胜8败，我们看到对上人类的胜率哇93%哦，那非常的可惜。虽然现在在联盟的胜率排名是第一名了，但是因为前几场呢也有输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拿到90%的胜率。对 对， 对，不过我们的胜率也是88.4%，可以说是无人能及。对，真的是无人能及哦。对，希望今天也有很好的表现，加油。下一位是战神 Go，这个是哇，我们可以特写一下刚刚的牌子吗？那个是帅还是湿啊？是湿，对不对？哦，那是帅啦。哦，是帅哦。对，你不要嫉妒别人嘛。所以他怎么拿别人的照片贴在上面？那是他吗？那是他，我确定是他。那可能是半年前的他。半年前。对对对，半年前的他，讲的人家都害羞了。没有，因为我更喜欢抠他一下。好，我们帅气的战神目前的战绩是19胜31败，希望你今天也会有很好的成绩喽。好，我们介绍下一位，这一位许久不见了。悠悠，欢迎你。哇，加入职业队伍之后呢，目前今天是第6次上场，那前五场呢都被各位哥哥们欺负。是的，所以对，看今天看能不能拿到就是职业生涯的首胜了。对，加油了，期待今天有不一样的表现咯。好，马上来介绍另外一队的教练以及选手了。我们看到华裔 Spider 的呱呱神弟教练，你好。好的，下一位是淡定虫王 Fly， 我们看到27胜17败，这个成绩也是很好，目前在联盟的排名是第2名，他的胜率是61.4%，加油，继续保持咯。下一位是 DS， 哎，好像有白回来一点哈。哦，对对，可能偷偷敷了面膜。可能期末考比较没有出去玩。哦，对，好，这一位呢是我们联盟仅存的三位人类选手之一啊。那我们可以看到 DS 的战绩44胜29败，目前在联盟的胜率排名是第3名，希望可以继续保持喽。下一位是 Niffy，Hello， 31胜34败，
我现在讲个小八卦。据说呢 ，Niffy 在争女友。哦呦。对对对对对，所以呢，Niffy 被我们讲的是面不改色，可是他心里应该有窃喜啦。好，我们希望呢，Niffy 呢可以早日脱离他的单身生活，然后也希望他的胜率呢可以再一次突飞猛进，因为在上个半季呢，我们可以看到 Niffy 是我们的神帝。对。可是呢，在这个半季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战机不是像以前一样那么的厉害哦。希望他可以赶快早日找回自己的节奏了，好不好？对。好，欢迎 Niffy。马上就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场对战，依照刚刚的位置顺序，大家都知道了，第一场是 Sen 要对上了 Fly， 到底要在哪一张地图出战呢？使用的地图是安提卡船厂。哇哦，安提卡船厂在这里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哦。Sen 在安提卡船厂目前是出战了六次全胜。对。而 Fly 呢，在这张地图的胜率其实也不差，来到了71.4%，是5胜2败。而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Fly 呢，他非常擅长虫族内战哦，而且也有曾经打败过 Sen， 所以 Sen 要小心了，小心应对。对，其实基本上呢，今天的第一棒，因为华裔打橘子很有可能啦，很有可能这一届总冠军赛就是华裔打橘子，对，这就有点类似一种前哨战的这种味道。那像 Fly 对胜中组合，我个人认为是相当精彩的，所以要观察一下待会双方会使用什么样子的战术了。对。好的，虽然说我们 Fly 啊在联盟的排名是胜率第二，但是这一次的国家杯很可惜没有进入前八强。那天我刚刚有跟达斯聊一下，那达斯说 Fly 那天的状况稍微差一些是比较可惜的。但没关系，可以参加外卡赛。对，外卡赛还有一个名额啦。对，还是很竞争还是蛮激烈，要看 Fly 有没有机会从外卡再重新打回来。那简单介绍一下点位哦，在8点方向的红色送出选手是橘子熊队的 Sen。对上的呢，则是在2点方向的蓝色，也是虫族选手华裔 Spider 的 Fly， 地图是安提卡船厂，是一个圆点的位置，但是在 TSL 里面呢，就是只有这样子，只有斜对点。对，那其实这一张图的地形的话呢，还是有可能其中一方来做裸双，也有可能是狗吃开，要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想法。不过目前双方都是捕到了13只的公虫。对，我们就静待14这个数字的来临。对，十四 ，magic 关键 number。对。对，不过其实我在想，最近联盟的虫族内战，基本上大家如果常看的话，都知道是非常精彩的，尤其是有 Fly 对上 Sen 所以这场比赛，我想前期当然最基本的这种毒爆防守、提速狗控图都是很容易出现的，但是还是有机会达到一个中期的这种非常控图，甚至是开到三框的一个节奏，因为张头三框还是相对比较近、比较好开的。果然这边 Fly 直接来做一个15人口的裸双，那 Sen 是多补了一只哦，红色的虫族 Sen 这边看一下工兵数。好，我们看到现在双方呢，一个是16、15，所以 Fly 是领先一只。对，其实双方攻兵数目前是 Fly 15只，甚至14只。是，那这两位虫族选手呢，他们的打法都是比较稳健的，所以我们可以期待，搞不好今天一样可以看到一个中后期的战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Sen 这边稍微一个分歧点是在于 Sen 的瓦斯是先下的，所以这个待会 Sen 的提速会好。早一点好，那 Fly 是选择先下狗池才下瓦斯，所以他的提速会晚一点，那基本上落后时间点不会太多，而且你可以注意到双方的这一个裸双的开局是都没有找其他一只工虫出去做侦查，所以这都是蛮营运的这种裸双的开局的。应该是说对对方也是相当的信任，对，直接想说今天应该不会刚好肚子痛，就是、我们约定好不要把敌 all in 我哦，对。男人的约定，看他们都有遵守嘛哈。星期四那一天 ，Sen 好像因为肚子不太舒服，听说好像3分32秒，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就迅速的结束了比赛。对，总共200秒左右的战。其实虫族内战出现这种8D、9D、10D 甚至加 All In 的这种战术出现，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打一个针对，是在开局上的一个博弈性哦。那回到比赛，目前双方攻击数仍然都是18只，Fly 这个时候不到20只了 ，Fly 稍微领先一点点。那双方都是同一时间，因为裸双，所以双方同一时间都在补2只后虫哦。好的，我们看到 Sen 呢是率先来提狗数了。对，因为刚刚提到了他的瓦斯比较早下，所以他的狗数大概我们可以看一下 Sen 的。狗数领先时间大概是领先20秒左右，是，所以其实领先20秒的话，代表待会他的狗就是 Sen 的狗，红色虫族这边呢，有可能是可以先来填压，对，也做个控图，然后稍微站一下中间的瞭望台，但是待会还是要
重点还是要看数量啊。那 Fly 这一边可能也知道对手的狗数会早一点好，所以选择先补一根地刺，同时先下了一个毒爆虫巢。是，这边毒爆虫巢就是 Fly 的速度比较快，而且没有基本上瓦斯是不停的，所以待会 Fly 也可以用少量毒爆做防守，甚至是用直接在前线变毒爆来做一个压制哦。在虫族内战呢、啊，我们看到这个狗狗跟毒爆的一退一往跳恰恰好像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剧情、欸。对对对对，前面所以我刚刚提到，所以其实这两位顶尖的虫族选手在对战前面的毒爆狗控图，我认为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我觉得双方在防守上的功力都很好，所以我还是认为除非其中一方有失误或者是在防守上没有防好，不然的话其实还是有可能进到一个前中期蟑螂的节奏或者是飞糖的节奏哦。这边你看到蛮特别的，明明是我们 Sand 的提速狗会比较快完成哦。我们本来以为说，Sand 可能会比较先出门，然后来做一个地图的控图，结果我们两个被打脸了。对，这一边我们看一下双方狗的数量 ，Sand 的狗算是十八只哦，那 Fly 的狗是十只。那同一时间 ，Sand 家中在用这十八只狗在做前压控图的时候呢，家中下来是这一个蟑螂齿，同一时间进化是好了，所以待会进化是也可以选择来提蟑螂的一攻哦。我们看到 Fly 这边有两颗毒爆正在变身、哦，对，这毒爆来得及好吗？哇哦，这一边有没有压到？有没有压到 Fly 的工兵？没有，这个 Fly 的工兵是没有被压到。那其实这个狗只稍微做个控图，重点是 Sand 待会你可以看到 Sand 已经在提蟑螂的一攻哦，所以等到蟑螂齿一好之后，马上开始补蟑螂。同一时间，这个一个进化是加一个蟑螂齿是做一个简单的二控上促的一个建筑血、哦。对，所以如果等一下换 Fly 这边呢，要来遛狗的话，可能困难度就提高很多。对，而且你可以注意到前面 Sand 的狗虽然多补，但是它在前压的同时，后方是在补工兵的。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列表，其实目前双方都在补工兵呢。我们看到目前双方的工兵数 ，Sand 的工兵数40 ，Fly 工兵数也是40、哦。现在持平的状态。对，持平的状态，所以其实双方经济都是不错的，接近双矿快要最有效益、最有效率的一个营运。而且这边 Sand 是不是要开三矿喽？我刚刚看 Sand 拉了一支工兵出去，应该是开三矿。是，那我们看到 Fly 家里呢，也是升级虫族地面部队的远程一攻哦。对，所以感觉等一下应该可能也会看到蟑螂嘛。对，那前面双方都会先升一些蟑螂，那我觉得还是有其中一方，待会可能还是双方都会有可能转出感染虫，尤其是你可以看到 Fly 的二本已经要好了。对，而 Sand 这边呢是放下自己第三个主堡了。对，这边 Sand 在营运上的节奏还是快一些，虽然你可以看到现在 Sand 的攻击数46只 ，Fly 的攻击数49只 ，Fly 攻击数多一点，但是其实虫族内战另外一个关，除了经济是关键之外，另外一个关键是虫卵的数量哦。对，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Fly 这边三矿待Sand 这边三矿只要一旦开出来的话，它在虫卵上比较多的一个优势上，它在爆狗的数量会比较速度还有数量都会比较快。是，这边 Fly 也要开三矿了，果然这张图呢还是比较容易，虽然虫族内战大家往往会觉得虫族内战节奏比较快，但是如果双方实力相当的话，还是有可能达到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开三矿的一个中期的节奏哦。其实一开始狗出来之后呢，其实这个节奏就会相当的紧张，因为双方都不断的想要给对方压力，所以就可以看到中间这边像现在就是一来一往。对，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双方人口数，由于Sand 这边是补了一些蟑螂啊，所以其实 Sand 的人口数稍微领先一点，但是领先的并不多，而且目前双方工兵数都是在50只的上下，所以其实目前双方仍然是一个还难说谁领先的一个局面呢，都还是达到一个中期了。那这边 Fly 双方是不断在做侦查，你可以看到有蟑螂的前压侦查，也有异化虫的前压侦查，同时双方都飘了监察王虫，而且 Sand 这边是一次自己飘两只哦。Sand 的习惯就是两只。对对，而且这两只飘进去，我觉得 Sand 应该是先确定你不是在家中偷偷转出这种飞糖的科技线，对，确保你是正常的走地面的这种蟑螂的科技线。那我们看一下目前双方攻防 ，Fly 的一攻一防会马上就要好了。但 Sand 这边已经好了。对 ，Sand 的一攻是已经好了，但重点是 Sand 没有一防哦。所以如果待会蟑螂的数量相当，而且阵型没有太大一个差异的话 ，Fly 就会占了上风。对，但其实现在蟑螂的数量 Sand 22只。Fly 只有13只，现在这样说差快两倍哦，所以差快两倍的话，虽然 Sand 在一防没有一防，但是对，因为数量压倒性的领先，所以现在这一波压过去，要看一下 Fly 能不能赶快把兵爆回来。现在 Fly 果然是在爆大量蟑螂哦。好，我们看到现在 Sand 的蟑螂呢是已经快要来到 Fly 的二矿门口阵营，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进行交战。目前蟑螂双是持平的，如果蟑螂双持平的话 ，Fly 在家中补兵的话，理论上 Fly 这波应该是可以轻松守住，再加上有一个一防的优势，所以现在 Sand 要退了。那 Fly 会趁胜追击吗？有机会利用一些少量异化虫跟蟑螂追击来消灭，来希望可以把 Sand 这一批蟑螂部队把它吃掉，对不对？不一定可以全部吃掉，至少可以磨掉 Sand 的数量。你可以看到现在 Fly 的蟑螂数量来到31只，Sand 就19只。现在换成 Sand 要在家中防守，换 Sand 来家中暴兵。不过是因为虫族内战啊，主场优势这一方暴兵能力是比较快的，所以现在风水轮流转，现在换成 Sand 在防守。我们看一下阵型，重点是 Sand 这边没有一防哦。
所以现在 Fly 的这个蟑螂数量还有阵型都还是比较好的。我们看到这样，它的选择，它不是提升它的一防，它是选择二攻，但是二攻绝对是来不及好，而且现在蟑螂数量，我们看一下目前双方蟑螂数量落差，现在 Fly 的蟑螂数量非常非常的多，来到三十二只，危险了，剩非常危险，这个三控如果剩的三控被带走的话，基本上是大裂哦。好，我们看到哇，拉出了三矿的工兵 Fly 果然是后来居上尖，是谁是台湾虫王已经有点难说了。哇，这一边蟑螂持续的 Fly 蟑螂数量仍然领先两倍的一个数量，29、30只，对，而且剩三矿的工兵刚刚似乎都死光了。我们看到可是现在的双方的工兵差距，其实 Fly 只有比剩多了三只而已，对，变成两只，经济是差不多，但重点是前线的蟑螂数量，现在三矿已经没有什么，现在三矿工兵刚刚死掉了，所以现在 Fly 的这个大量蟑螂已经压到剩的二矿了，剩下赶快爆兵看有没有机会守住。对，希望可以利用这个地主的优势呢，尽量爆出更多的蟑螂，把这些。但是 Fly 后面 Fly 后方爆兵接蟑螂的速度也是蛮 快的，你看后方。Fly 的这个蓝色虫族 Fly 这边后方接的蟑螂还是很多，剩下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哇，巨巨来到七十，哇，恭喜 Fly 拿下了第一场的胜利。好的，我们在这里要请最正直的九妹老师，可以告诉我们刚刚这一场虫族内战到底在哪个时间点让 Fly 占了上风？其实前面双方我觉得都是五五波，到你开三矿之前，我觉得双方都是一个均势。难道是攻防选择吗？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这个胜第一时间，其实他第一时间蟑螂数量是有领先一点点的，但是他我刚刚说过他有主场优势，所以是 Fly 经济也没有落后，所以压过去的时候 Fly 刚好家中爆兵爆回来，所以那时候蟑螂数量持平，但持平的话我们就比攻防还有比阵型，那那个时候呢胜应该有意识到说，哎，他是主场优势，我的蟑螂又没有比你多，原本可能他想要打 Fly 一个这个在补工兵的空窗期，但是其实 Fly 的爆兵及时爆回来，所以后来一直压回来，导致现在攻防上还有蟑螂的数量上都落后，后来三矿二矿基本上失守的一个情况下，只能被迫打下 GG 哦。好，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下，紧接着就要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喽。